加大帮帮忙，要帮大家的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寰宇电台加大帮帮忙节目的主持人林宏文。很高兴的今天呢，我们要来谈谈怎么投资哦。那投资呢是一个很难的功课了哦。那我们今天呢为观众朋友邀请到的是加大在这个领域，不管是在产业的经验，或者是在投资领域哦，都有很深厚的功力哦。他是我们加大资工系的七五级毕业的学长。那他叫萧思源哦，那也有人称他为萧非凡呐、啊、哦。那萧学长呢，过去在产业界不管是 HP 或者是 BU 电子哦，工作了8年之后呢，然后到华阳创投，然后之后呢，他自己开始研究产业跟投资。那他也写过好几本书，那也当过很多不管是社区大学、学校，甚至两岸很知名的股票投资的一个讲师。那我们介绍萧思源萧学长跟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是欢迎学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哦，累积这么多年来你的投资哲学、投资逻辑跟你的投资经验好不好？没有问题哈、我想投资是一个很长时间也是一个很深层的一个学习过程啊、坦白说，我从求学的时代，就研究所的时候，我就开始有做股票，股市看的时间是相当的长，那也因此有得有失啊、也有缴很多学费的时候，但是根据自己的属性啊、根据自己过去在产业跟投资界的一些经验，我想慢慢有累积出一些自己对投资的一些看法跟做法。那简单的说，我认为你到底对市场或者说我们讲产业个别公司这种所谓未来的发展趋势性，你有多少的了解跟认知？所以我很强调就是说，投资应该回归到趋势来看待这些，所以去投资对的趋势，投资未来有希望有机会的趋势。那在这些趋势里面，一定有些公司它会相对的突出，相对的受惠，是，那我们尽量去挖掘这样的一些好的投资机会，然后根据我们的一些所谓的投资准则，我们去认清说这些公司它的竞争力到底在哪里，是、那这是我刚刚讲这个趋势啊，成长的竞争力加上什么，一个好公司它在一个对的趋势，但是如果它没有一些未来的企图心跟扩张，那它的成长到某个程度也会受限。所以不管你是透过跨入一些新的产品的市场，或者是透过并购的方式，或者你扩充你的生产规模，任何一个扩张的企图心都是我们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如果你能够从趋势的角度去找到未来有机会的这些产业，然后在这里面又是相对有竞争力跟企图心的公司，我觉得剩下说买卖的时间点，这些就是你操作面，你就慢慢靠经验去累积去学习。这是我蛮长时间累积下来，我觉得至少对一般的投资人来讲，它是一个比较稳健而且可以比较容易获利的一种投资的方向。是，所以讲好像对中概、生技，还有这个文创，这个三个领域也研究得很深入，所以这也是比较中长线，你觉得比较看好的一些产业。对，我想因为自己也认识很多在产业界的一些老板了哈，那我常常私底下跟他们讲，就是说他们的风险都很高。为什么？你经营一个事业，基本上就像台语说的，投洗下去就很难退出来。可是投资有一个好处，今天你永远就是抓寻未来有机会的产业去做投资，所以我们不用说只喜欢哪一些产业，只熟悉哪些产业。那我自己的经验，可能对电子产业我是比较了解，可是你看到这一两年很明显的发现，台湾的电子产业的竞争力慢慢被崛起的这些中国大陆追赶上来，所以很辛苦。那就投资的角度，除非他们很便宜很便宜，不然的话，我可以根据我的看法去抓寻下一次大的一些趋势方向。当然，投资有趣也就在这里，你就是不断的去学习。那刚刚有提到，我对电子是比较熟的，可是，在3-5年前，所谓的中国概念股、中国收成股开始起来了，那我就很 shock， 就是说这些产业我们以前都不熟，
他竟然可以创造很高的投资的报酬率，所以我开始花很多时间地毯式的去了解、去研究中国一二十种的民生消费的产业，慢慢从里面去理出一些头绪，了解说怎么去评价他们，怎么去看他们未来的趋势。那一样的，在两三年前，这些生技股开始冒起来了，包括说新药的、医材的很多各个面向。有些有营收有获利的，也许我们可以很容易去知道说它的成长性。可是像新药股，没有赚钱、没有获利、没有营收，它可以到好几百块，你要怎么去了解它的未来价值在哪里？所以我们常常开玩笑说，固然这个巴菲特说不懂的东西不要投，可是市场是一直在变化的，你不能画地自限说因为我不懂我就不去了解这些新的东西。市场它永远是对的，唯一就是说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认知，是那未来什么东西会起来，这才是重点。是好，所以我刚刚讲到说这个生技，我想最近大家开始比较热络了，可是大概在大半年前我就很肯定的说，生技绝对是进入到一个长期的大多头的一个循环，它有很充足的未来的这个成长动能。那文创也是一样，因为台湾的文创在华人区我们是相对有竞争力跟优势，不管从电视剧、从音乐，包括说电影的制作，台湾是有很强的软实力。简单说，当你在担心电子股会遭受红色供应链的冲击，这些产业、这些公司它不但不被受影响，甚至它还可以去对岸赚中国消费市场的钱。所以我觉得这种思维你一旦转念、认知改变，投资其实不难，难是难在你自己的认知态度有没有改变。那改变了之后，你才有可能建立一套你自己对的一些投资的方法。是，哇，这个非常谢谢我们萧时远萧学长哦，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发了哈。没错，投资呢要顺势而为，而且要改变自己的认知了哈。我想市场永远是对的哈，我们要依循这个市场的一个方向。今天非常谢谢萧时远萧学长接受我们访问，交大帮帮忙要帮大家的忙，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